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。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.5个百分点，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约10,000亿元。在今年年内还将是市场流动性的状况，可能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.25至0.5个百分点，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。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，我们说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是指的那个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，下调0.2个百分点，从目前的1.7%调降至1.5%。同时，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，保持商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。